到了上了车以后，医生发了一个微信的截图，他说：“陆教授，谢谢你，这个病人就是因为我这个插了管、上了呼吸机，最后这个病人救活了，他就有机会啊，在武汉跑到武汉大学看樱花，他的人生还很长。”哎呀，我说这个心情，再累的心情，看到这个微信都不累。嗯，做医生应该是这样子，病人好比什么都好。